我叫李胜利，老家呢是胶州市戴王镇人。原来呢这个1988年呢这个毕业分配到胶州六中，在胶州六中呢教了十几年书。后来呢就转到保险系统工作，去年办理了退休。那这个我接触太极拳呢，是在2001年左右吧。那这个主要呢是受家里面我弟弟的影响，他呢一直在习练太极拳。后来呢我呢就参加了太极拳名师江东武老师的两次培训，所以说就迷上了太极拳。太极拳呢，讲究阴阳转换，讲究虚实开合，讲究棚举起按。所以说这个太极拳呢，这个打多了呢，那就非常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所以说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呢就感悟与传统文化呢就有了不解的之缘。那么大概到2016年底，我呢开始整理我家的家族史料。在整理这些家族史料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原来身边的很多就是这个能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却因为呢自己的疏忽，当时没有及时整理，所以说呢都找不到了。尤其是关于我爷爷的一些照片呀，一些资料啊，都找不到了。我爷爷呢，他很有故事。他呢是在大概是辛亥革命之后，1920几年吧，在我们当地呢开始他学珠算，他很聪明，很伶俐，然后呢非常有名气，在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个商号，公和房做账箱，他做账就是管账先生。关于他做账箱呢，这个传说很多。那么后来呢1946年呢，随着国共在我们当地这个啥的那个太行山南路黄河以北呢进行拉锯，我爷爷呢就上山，为这个啥呢，为八路军服务，为人民解放军服务。然后呢解放之后呢又到了修吴县政府做粮秣事情，就做粮食呀什么这样一些事情。大概到1954年呢他回乡，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他回乡，就在回乡务农。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呢，他的资料很多，我呢也经常看到，所以我当时呢我不在意。那么到2016年的时候呢，我在当我去写我爷爷的时候，我发现资料很缺，那我就在想办法去收集这些资料。在收集我爷爷的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呢这个不仅仅我的家族这些资料非常非常缺，而且整个我们戴王村的资料也非常缺。戴王呢它是个千年古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也有很多传统的这个明清时期的建筑。我小的时候呢，包括我上学呢，都是在这个啥呢，都是在这个关帝庙里面上的学，所以说对这个对戴王的这个传统建筑那有非常深的印象。我家就在这个戴王的盐店胡同中。那个关于盐店胡同呢，我一直就想了解弄清楚它的来历，为什么是这样。所以说我在收集家族资料的过程当中，很快的就对我们戴王村的历史非常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也觉得啥呢，作为一个戴王人呢，有义务去整理戴王的这样一个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把它变成文字能够流传下来。可是流传这些故事呢，仅以口头是不行的，需要有文字，需要有记载。这样的话我都开始查找翻阅相关的志书，寻找关于戴王的志书上的记载，然后呢找各种各样的实物资料。那么在收集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资料很短缺，很有限。这样的话呢，我就想到了口述历史啊，就用找一些啥的，找一些我们村里面的老年人，然后呢通过他们的口述叙述，我呢进行归纳整理，然后把一些历史上发生在我们戴王的一些人一些事儿，用口述历史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然后呢在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我每去采访一个人，
如果反映一个历史事件，比如说李乐山放弃，在我们代往呢有很多版本，很多说法，有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历史事件，那我就从多个那个口述人那里边呢来获取这种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去查找相关的志书记载。我查找了修吾县党史，查找了交州市的这个军事志，查询了这个啥呢，这个修县县志，郊区志，交州市市志等这些相关的资料，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村的关于某一个历史事件的这样一个清晰的准确的可信的这样一段历史记载。那么用这种方式呢，就做了代往记忆。所以说代往记忆呢，这个最初的这个初心呢，就是我想给我们村呢留下一部关于我们村、关于代往镇、关于我们村的这样一部这个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个历史记载。因为这个，因为村里面做历史这种记录呢，确确实实没有。那不仅我们村没有，其实很多村庄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都没有。那怎样把这些历史史料能保存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敌人还以为不是好多方。我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不计成本的。为什么呢？就我呢，去年刚好也退休，所以说我在做这个事情呢，就全力以赴在做，把一切工作都放下，去收集资料，去采访，去归纳整理，都是我一个人来完成。大概是从今年的书的第一稿出来之后，那我们呢，这个因为这个啥呢，我们这个书呢分成这么八个方面，八个序列，有红色记忆。有关于代往的这个老碑旧匾再补啊等等，再补建筑，还有呢，就是人物故事，代往的美食美味，以及往事回首、家史家风等等啊，这么八个系列。那么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它做成个信史，那么就必须有专家的指导，所以说我们就。我呢又跟这焦作市军师志编纂者吉怀如老师联系，请他做我们这个书的责任编辑。那吉怀如老师呢，对我们这个书的内容啊做了很多的修改，所以说让我们这个书呢，这个就它的不仅它的可读性很强，它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人的口述，更主要的，它是一段可信的历史啊，可信的历史。在做代往记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呢，我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代往古镇文化研究会群，让更多的代往人参与到代往文化的这样一些收集整理。同时呢，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代往人呢，这个参与到了代往古镇的这样一些保护开发。文字的整理，很多人呢都对自己的家族进行了这个家族史料进行了挖掘整理。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做代往记忆这样一本书，也希望呢能够唤醒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地方呢能够重视自己家族的村庄的这样一些历史，并进行着手进行整理。那如果说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话呢？我想呢，我们做这样一个事情，也算是为自己的家乡，为这个代往吧，这个传统文化的振兴，乡村文化的振兴，做了一份自己应尽的绵薄之力。